尊敬的王省长、老彭磊先生、赵先生、陈秘书长、景厅长、龚厅长、曾市长、江宏主席、西文校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家长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七月的汕头骄阳似火，作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校长。 我心里也同样燃烧着一把火。今天我们隆重集会，举行广以建校以来首届本科毕业典礼。对于毕业生来说，这将是毕生难忘的一天；对于广以来说，这是注定载于史册的日子。我很荣幸能够与在座的各位一起见证这一重要的时刻。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作为中国唯一一所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以合作办学的大学，标志着中国和以色列在教育领域合作的新起点。它的建立离不开广东省委、省政府、汕头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离不开李嘉诚先生等社会贤达和仁人志士对教育事业的热忱投入和高瞻远瞩，离不开以色列理工学院和汕头大学领导与同事的倾情帮扶。 更离不开广以所有造教职员工的默默耕耘和辛勤付出。在此，请允许我向为广以从筹建到今天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目标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表示我真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回首四年前，我们还是一所全新的学校。 没有任何过往历史可供参考，但是2017届的同学们还是凭着对广语的信任与支持，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光阴荏苒，岁月如梭，经过4年的磨砺，你们即将开启通往未来的大门，追逐更高更远的梦想。我要向2017届的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了你们4年前的选择，我相信当初这个选择一定是艰难的。 但今天我相信，你们没有辜负这个当初的选择，更不会为当初的决策而后悔。在这4年中，你们从0到1创建了学生会和学生社团，让校园文化升级勃勃。你们为广语的发展建言献策，添砖加瓦。你们与学校老师们一起攻坚克难，学校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你们的付出。你们不仅仅是广语的第一届毕业生。 你们也是广以校园文化的主要创立者、建设者、践行者，更是广以历史开端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我想说，你们就是广以建校以来取得的最好、最大的成绩。今天，你们拿到了心仪的就业和升学的 offer， 收获了珍贵的师生情、同窗谊。你们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当初的选择。 用努力成就了当初的梦想，你们是广以最好的代言人，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广以的学习并不轻松，你们除了要适应秦英文教学的挑战，还要面临着思维模式的转变，甚至是重塑。你们常常被老师逼着思考，逼着提问，或许你们当时会感到苦。 但今天回想起来，一定是甜的。在毕业生专访中，同学们无一不提到老师们在大学学习生活中的重要影响。这是只有苦后才能品尝到的甜。陈同学说：“这4年里，我的教授一直鼓励我提出问题，不要害怕发错。”黄同学说：“伊索·加特教授是一个十分热爱教学的老师，他让我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热爱自己研究领域的人对自己事业的痴狂。” 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十分纯粹的学者的模样。唐同学说，法比略老师非常热爱他的工作，课堂上他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优秀教师，课下他是我们幽默的戏精朋友，我们一起聊美食、聊生活、一起开玩笑，他也会很真诚地与我们分享他的人生哲理。在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像他们这样优秀的老师，他们是你们的良师，也是挚友。 你们是他们的小伙伴，也是他们的好朋友。作为一所中外合办的理工大学，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依托以色列理工学院融合中西先进文化、创新教育理念，培养创新意识强、视野开阔与家规情分兼备的工程授课学家，为人类和平发展做贡献。学校围绕人员、环境和人类健康三大领域开展教学科研活动，致力于培养学生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使命感、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责任感。在广义， 你们不但掌握了学科的基础知识和科学思维方法，而且深刻领略了以色列理工学院独具特色的创新创业理念，已逐步养成了不留下任何空白的科学素养、允许自己失败的人生信念。在四年的学习中，你们重新认识了自己，重塑了自己，你们不再迷茫，获得了自信。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家长们， 是你们20多年的含辛茹苦，我们才有了今天第一届毕业生。你们是广义的亲人，谢谢你们。我恳请亲人们今后继续支持广义，关注广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广义越办越好。亲爱的家长们，你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他们不仅学到了一身好的本领，他们更懂得感恩。 在此，我想请所有的同学起立。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对父母？请同学们坐下。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即将走出广义校园，请记住，你们依然肩负着广义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使命。我庆幸，我不需要在这里说什么躺平青年这一热烈讨论的社会话题，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躺平。你们肯定已经体会到了，在广义，试卷上的每一分都是青春亮照的汗水。你们从来不曾躺平，未来你们也不会躺平，因为广义人总是 dream it, do it。 广义，以为你们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你们终将把广义带向世界，带向未来。广义的历史从你们的开篇，造就学生者为学校，而造就学校者则在于他的学生。一所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具有怎样的声望和影响，是评价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指标。今天，同学们就要离开广义了，从一名学生转变成一名校友。我希望你们能树立远大理想， 带着在广义学到的知识和培养的创新素质，去勇攀科学的高峰。希望大家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大胆质疑，直面挑战，胸怀开阔，团结包容。希望大家有一颗永远进取的心，永不言败的心，永远年轻的心。作为校长，我相信从广义走出的学生，始终会让你们身上的广义精神像阳光一样，永远光芒四射。亲爱的同学们，出发吧！ 是时候亮出你们广义的身份。广义人不缺梦想，拿出你们 dream it, do it 的魅力，去做个勇敢的追梦人吧。广义人不缺勇气，拿去你们用青锤撼锁的铸造的宝剑，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吧。广义人也不缺恒心，拿去你们绝他实地的作风和刻苦严谨的态度，愿意进取吧。广义人更不缺担当，用你们的家规情怀为世界和平发展奋斗吧。 请同学们记住，你们走到哪里，广义就在哪里。无论你们相隔多久、多远，母校永远是你们的家，永远是你们不可替代的坚强后盾，永远是你们身后的一盏明灯。母校的师生和朋友将会一如既往地关注你们、支持你们，母校也会和你们一起成长，共同书写辉煌。亲爱的同学们，你们的未来可期。 广义的未来可期，谢谢大家。